赞。学校呢很荣幸，我们呢非常的希望学生可以到国际去上做比赛，然后这样可以增加他们的国际观。那另外呢，我们学校也安排了很多的辅导，而且还请了专家来做一些研习的课程，然后让同学在法式上面，在配饰上面，然后在化妆各方面都可以有精进。那尤其是呢到国外去做比赛的话呢，同学们可以看到现场各个国家的专业的一个选手他们所做出来的作品，然后呢我们可以更提升自己的能力，那让同学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好，那所以我们的学长他会带着学弟妹一起练习，然后一起到国外去做竞赛，然后让同学们可以越来越好，然后让他们在以后的舞台上面可以发展得越来越棒。那时候是用雪梨歌剧院它的一整个风帆造型的外观，然后去做一个构想，然后再把它慢慢的拼凑出来，然后它的后面这个圆，就是雪梨歌剧院，它从正面拍的时候，它的中间的那个空洞的太阳从那边升起的那种感觉，然后才会做出现在这个形式。然后那时候在想整个形体的时候，其实想了很多种，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一些比较实体化的东西，比较更圆润的东西其实做不出来，它就是要一些比较角度啊，比较一片一片的东西去拼凑出来。很荣幸，很开心，然后也很谢谢老师的指导这样。然后其实过程很累的，然后也觉得有时候会很懒惰，很懒得去做这些东西，可是老师也在旁边辅助，然后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帮你，那你自己也要很认真很努力，然后老师也帮我们带过去菲律宾比赛，然后觉得很开心。介绍歌的是教堂的玻璃的风格，那我就想说就是因为它是以黑白红蓝黄下去搭配，所以就是代表类似那种歌的是玻璃的感觉，对，就类似教堂的感觉。那在教堂里面呢，我就想要让它就是带有特色一点，就是代表就是还可以寻找宝藏的感觉，所以每一个都会有一个钻石，就是非常亮眼的钻石，这样去搭配。对，像是说这种的，就是非常像宝石类的。结果在哪？美容系赞。